世界上最大的邮轮。海洋绿洲号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，总吨位达 22.5 万吨，长度 361.8 米，最宽处 63.4 米。海洋绿洲号属于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，是曾经全球最大、造价最高的邮轮，其级别属绿洲级，但在2016年被海洋合约号超越。海洋绿洲号共耗资9亿欧元，约14亿美元，可容纳5400人，如果包括在房间内加床，最多可容纳6296名乘客及2000名船员，长 361.8 米，宽 63.4 米，高出水面部分72米，一共16层，甚至设计了可以伸缩的烟囱，以便通过海峡桥梁。海洋绿洲号2009年12月1日由美国劳德代堡港首航，驶往海地，主要负责加勒比海航线。